Yang Jinlu and Zhang Hai Yan are a couple teaching at a primary school in a remote village in North China's Hebei province. Li Jiayu Primary School, where they teach, is built at the foot of the Great Wall. Over the years, many teachers had come and gone due to the tough conditions. But Yang and Zhang chose to stay.2006年，是当时最年轻的老师。这个学校呢，条件艰苦点，有的老师啊，这个看一眼到这看一眼都走，有的呢可能干上一个月也就走了。我们家离这个学校啊是40里地，平时学校的一些工作或者是平常的事儿，没人看着没人处理也不行。因此呢，我们周一到周五就在学校住，周一呢买一些这个米苔带过来，周末回家。自己立正，那咱们拿个球热热身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大学学的是体育教育，上班第一站是在乡里的一所中学教体育。后来为了和他在一起，就调到了这里。当时也没有想，不管条件怎样，反正也要来这里。这里还缺老师。孩子们很小，我说话的时候一句他们可能听不懂，需要我说好几次。15年了，在孩子们身上看到他们的天真可爱，使我俩的心态也越来越好。